欢迎于哥啊！七十一条，明天不知道逮多少货呢，那妈都被人家扒过了，都被人家吓过了。这钱不能不易挣哦，钱不容易挣哦。啊，蚯蚓还能用三四天吧，三天到四天呢，差不多。今天几号了？今天3号，3号4、5、6、7、8，差不多。看到了一只肥，那个东西，对，这个天就找乱草，后草下上有几种了，对。你关键你找到那个草都也被人家下过，你找到乱草都被人家下过。都被人家干烂掉了，十斤货都没把握，十斤货都没有把握。你看看，像前段时间对吧，每天下个50-60张网，基本上都是10斤左右。那个时候，前段时间，你看现在完犊子了。不行，装个监控啊！明年要装个监控，啊，明年装个探头的哦。啊，明年装个摄影头的。水油了啊，下的往下完了，现在水上漂带的货都很稀了，差不多了，接近尾声了。水上漂，现在水上漂出货，六边网现在基本上不太那个，就白天鳝鱼都趴在水花山上面的，水花山上面温度好，就走那些厚的水花山下，对。现在能下漂网的话，就尽量下漂网就行了。现在好逮的地方都逮差不多了。明天有没有长鱼啊？今天晚上就有长鱼，现在就有，家里面还有货。家里面还有货。通货啊，通货都是通货，感谢童装啊。你要打包了，你都带走，真的，全部带走。反正这几天要结束了。十来斤货，兄弟们要不要的话，真的好，还有2份，还有一个12斤2两，还有一个7斤。老地方啊，对，就是通货。你发给我，立了个还7斤多的，7斤多两，一个7斤6两，还有一个12斤2两。今天下的，要带的话全带走吧，哎也没多少了，哎，清仓大甩卖，是吧？那个7斤6两呢？还有个7斤6两，还有一个12斤2两，就算12斤吧。7斤6两的380都给你们，3807斤6两的。
深圳鳝鱼多，没人深圳。蜗牛哥，蜗牛哥，你那个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对，对的对的对的，蜗牛哥对。啊，信，对对信。你发了，你发了。你发过来，你发过来。哎呀，感觉我要感冒了。深圳呢，广东那边啊，我这边没看到哎。没看到哦，蜗牛哥。今天网下完了，下了70张网，70张。我跟小高一起逮的，现在他去山洞。小高，小高啊！无奈的人生，你不会是灌篮的吧？我灌篮那边是认识一个姓高的。小高，你说的是他吧？学长啊，姓高的，蜗牛哥，那个没看到的，哦，学长，我认识，学长我知道。小峰在海南上货也可以啊，叫星空啊，蜗牛哥叫星空啊，我同意了，啊，你同意一下子。今天逮了7斤鳝鱼，我操！山东条子对。你就说三十，我也不就死掉三数的，还有对。那个蜗牛哥，你发哪里的蜗牛啊？发哪里？发哪里的？你跟我讲一下子，发哪里的？我今天逮了3斤2两啊，3斤2两，我也。杨龙这边小了30多嘞，35、36。不用发定位啊，你直接发哪里就行了。这几天小四没水上漂，效果好吗？4门肯定没问题啊，大水上漂好啊。不要发，我过来拿呗。我小鸡蛋。怎么烤的锅冷呢？嗯？怎么烤的锅冷？冷。是紧的不得不？发个定位来，发个定位。没有水了，是没有水，我们这也没水。现在一个时候没水，下那种网，下小三门或者小四门、中四门，现在干不动了，吃力啊，休机呢。这个帐篷哦，这个小帐篷。
住野外。不坚持了，不坚持了，不坚持了。我一直 K 大子门呢、啊，大子门费劲呢、啊，费劲呢、啊。我这边有你们淮阴的，淮阴的你应该认识哦。